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行馆》。我们稍微啊，给大家来一首歌曲啊，这歌词啊是从这个白居易的诗啊，稍微把它拿过来谱曲所形成。这个其实歌词给大家看以后，有些人就可以唱得出来。这个、歌词啊，意境啊蛮高的。花非花，雾非雾啊，这个夜半来，天明去啊，然后啊，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啊。这个、听起这个歌词啊，有时候大家如果能够记起那个旋律的话，哎，这个好像蛮美的那个状况。可是请大家仔细想一想，这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花非花，雾非雾啊。来如春梦不多时啊，去似朝阳无觅处啊。哎，来的时候，哎，好像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时间很长。可是呢，哎，走了的时候啊，哎，一下子又渺无踪迹啊。到底什么？很多人啊，就把这个把它想到它形容的东西是什么？爱情啊，这个爱情啊，就让我们感觉啊，这个时间的一个非常非常的难以掌握、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非常珍惜那段时间啊。可是啊，同样的情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呢？它形容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有一位知名的一个学者叫王道环呢、啊，他写的文章里面有把这个提到说，哎，他认为啊，花非花，雾非雾啊，形容的是这个朝露啊，露水的意思啊。你看看，哎。这个花因为露水的关系啊，那变成花非花，雾非雾啊。夜半的时候会来，天明的时候就不见了。那时间也很短，那只要朝云一出来的时候啊，哎，这整个就会不见了。这个情形啊，哎，讲的也很有道理啊，好像就是露水一样啊，晚上凝结，哎，形成晶莹剔透的这个东西啊，非常美。哎，这个但是呢，时间是相当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配合这个诗啊，确实那种意境啊，是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大家想，奇怪，为什么露水没事，只是晚上？我们为什么大白天没有露水啊？一定是清晨，哎，露水才会感受得到啊。这个其实有它物理的一个原因在。为什么呢？因为晚上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温差啊，在这个靠近地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温度会比较低。只要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的相对湿度啊就会比较高。所以相对湿度高的时候，比较容易到达这个饱和点，于是它就会凝结形成这样的一个小水滴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一定要是晚上比较冷，然后那个温度降低啊，因为靠近地表的关系啊，所以啊才凝结成这样的晶莹剔透的一个水滴啊。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个物理啊，才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水滴的一个形成啊，也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物理的一个定律一样啊。所以在大气中啊，你要突然出现一片云雾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靠近地表比较容易，因为它的相对湿度会因为温度而改变。可是雾呢，雾就不一样啊，雾会形成雾啊，它不是地表的一个因素啊，温度当然也是比较下降，然后呢，局部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小的这个灰尘粒子啊，那么变成啊，那个是凝结点，然后水滴再附着上去啊，就变成雾啊，所以花。雾啊，露啊，等等啊，这个情形啊，其实不只是意境而已啊，更重要是背后啊，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啊，我们要让物理啊，能够让我们的一个生活上面啊，更加的一个了解啊。那其实啊，生命中不是只是诗情画意啊，还是有很多实际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可以去理解。所以这种凝结啊，水滴的凝结跟温度，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物质在那个地方是有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人体啊也会凝结啊，也是很多这个状况之后一定要有这个凝结的功能。如果没有凝结的功能啊，会出大问题的。这是什么？血液的凝结。我们知道我们把血啊抽下来以后，哎，放到这个试管里面去啊，哎，只要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血滴啊，这个不是水滴啊，这个血液的血滴啊，它就会凝结成块啊，哎，变成集结在一起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这样的？最主要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成分里面啊，有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假如万一我们流血啊，就会流血不止啊，不是稍微一点伤口就会造成这个失血性的休克啊。血液量就会不足啊，不是这样。所以血液里面的成分啊，也有这种啊，必要的时候它能产生凝血，把它凝固出来，把这个破坏降到最低的，这是红血球。那么这个小小的，比红血球还要小，这有很多颗在一起的，这是血小板。那这个血小板就是啊，
万一血管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它就会凝结在这个地方啊，再加上血液里面的一些凝结因素聚集在一起啊，然后形成这个好像筛子一样，让这个血管不至于出血。而这个血小板的一个长相，大家可以放大起来可以看得到，它其实啊，这个好像触角蛮多的这个情形啊，那可以好几个凝结在一起啊，然后聚集在，把它这个虽然是小。比红血球还小，但是它凝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凝结成一个好像块状的物质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出血的一个点啊给它塞住啊，好像是哪里漏水，透过这个强力胶的一个作用啊，这个漏水点啊就会把它止住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血小板的一个功能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啊，临床上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就叫做紫斑症啊，意思就是说青一块紫一块，O 型啊，很容易发生啊，那么撞到也就容易发生啊。那这种所谓的紫斑症啊，就是因为红血球啊，因为这个血管啊比较脆弱，然后它就是扩散出去，那这个凝血刚刚讲凝血的这个血小板没办法发挥它功能的时候，这个红血球就扩散到血管的外面，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颜色，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紫斑症啊。这个绝大多数的原因呢，事实上原因是相当多的，但是呢，如果血小板的一个量低到一个程度，譬如说我们正常是15万到40万左右啊，一个小的一个量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个血小板，如果正常小于2万的时候啊，这是很恐怖，尤其我们外科医师啊，一看到这个病人的检验的数字啊，2万以下，这个刀绝对不敢开，为什么？那个会血流不止啊，甚至于不要开刀，只要正常的状况都有可能啊，某些地方它会有出血的一个状况，所以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就要把血小板的量给它补足啊，必要的时候就要输血小板的意思啊。不过更重要，恐怕要找寻的，为什么血小板会低下的原因呢？绝大多数低下原因在哪里啊？就是破坏增加，这个破坏红血球的破坏，血小板的破坏都是在这里啊，这是脾脏。大概有1/3左右的血小板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脾脏肿大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堆积的血小板被破坏的血小板就会很多啊。那这个某一些像肝硬化的病人啊，脾脏肿大的病人啊，这个都有可能使得血小板的破坏增加，那整体我们血小板的量就会不够，所以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必要的时候脾脏啊必须要做切除的手术啊。另外一个也是蛮常见原因，就是因为电疗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化疗的结果，来破坏我们的这个骨髓这个地方。那骨髓受到影响以后，它的一个造血功能会受到影响啊，当然也包括血小板的一个制造也会减少，这个也是其中常见的原因的。不过在小朋友很多的原因里面，最多的这个血小板低下的原因呢，可能跟这个感染的一个状况有关系啊。那这个感染的问题啊，譬如说在小朋友的话，其实是病毒的感染啊是比较多的，像登革热啊、德国麻疹啊，这个都可能造成血小板的一个量不够而造成出血的情形啊。当然如果一些严重的一个败血症产生出来的时候，这个我们临床上也可以看得到血小板比较低落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原因事实上是蛮多的。那还有啊，有些时候也不只是血小板本身的问题啊，会造成我们这样子啊，好像凹陷啊，或者是有一些青一块紫一块的情形。譬如说像这样的病人啊，这其实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啊，是血管炎啊，血管这个地方因为自体免疫疾病的关系受到破坏，所以这个红血球会渗出来，所以这跟血小板啊事实上比较没有关系啊。那还有一些，譬如说是年纪大，或者是这个比较血管比较脆弱的关系啊，也会产生出这个问题出来。那这个我们都需要根据他的一个问题啊来做一个治疗。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首诗啊，来如春梦不多时啊，去似朝云无觅处啊。刚刚提到的好像是这个朝露啊也是这样子啊。其实时间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来如春梦不多时啊，去似朝云无觅处啊，把握当下。好好用心，感恩的收看，我们再会。